各位嘉宾好，我柯以瑞，今天7月17，今天7月17，跟各位嘉宾介绍彰化的那个定光古佛，定光古佛。那根据这个定光彰化定光古佛的简介哈，定光古佛哈，就是沙门一称。定光古佛就是定光佛了哈，也有翻译为定光佛，也有把它称为南安严尊者，然后望月佛教大辞典里面称为燃灯佛，是佛教三世佛里面的过去佛，然后民间信仰称为南灯道人。然后在这个彰化的这个定光古佛哈，根据这个汀州普志的记载哈，定光古佛称为郑智炎哈。然后十一岁出家，然后依禅师卧相寺沙门僧哈，然后就是在那边出家了哈，然后17岁就定光古佛，17岁的时候成为大师，然后出游这个行脚到这个豫章啊哈南昌，然后为百姓除去脚了，以咒语哈把梅州就是现在的广东。县哈，黄洋峡的溪流，千里到数百里以外，好，这好厉害，他用咒语这样，就是这个定光古佛哈，有两种讲法，一个是燃灯佛，佛教里面的那个燃灯佛，就是三世佛里面的过去佛燃灯佛，另外一种讲法是，就是他的俗名叫做郑智炎哈，然后11岁出家。17岁成为大师哈，然后他说这个，在这个北宋太祖哈，赵匡胤乾德2年哈，定光古佛隐居于定州府虎坪县南安岩哈，然后定光佛在打禅的时候，那个大蟒蛇还有很大的那猛虎哈，都静静的盘伏在这个定光古佛的前面。然后一生多灵验事迹了哈，乡人把它当作这个当佛一样，然后为定光佛造建这个佛庵。在这个991年的时候，定光佛升天了，然后信众哈就那个把他的肉身，然后塑为金像，然后来祭拜他。哈，北宋太宗皇帝谥号为定印。哈，定印，哦，这就是。彰化的这个定光古佛哈，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来拍摄一下定光古佛哈。这个定光古佛很厉害哦，它在这个广东在南昌那边啊哈，在广东县用咒语，这个定光古佛用咒语啊哈，把梅州的这个黄洋峡的溪流哈，它用咒语哈就可以把它千里到数百里之外哈，所以它一生里面哈多灵验事迹。那信徒把这个定光古佛，哦，把它当作佛一样看待哦，好，那，啊，他享受82岁，991年的时候往生的哈，然后把他的肉身塑为金像，真像，然后来祭拜他。北宋太宗皇帝把他视为定印。好，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拍摄一下彰化的定光古佛。这个是定光古佛的左边，哦，左边是天上圣母，天上圣母。这是彰化定光古佛庙的天上圣母。啊，上面有写一个那个檀光普照哦，檀光普照。那这个很有历史啊，哦，哈，这个是嘉庆118年癸丑阳月吉旦，嘉庆118年
葵球、葵丑、洋月、鸡蛋，哈、哦，这个是那个嘉庆十八年的时候他就刻好的哈、哦，团光普照，哈、哦，这个是电光古佛里面的右边的那个天上圣母，天上圣母，然后天上圣母写拿那个牌子哈、哦，叫做风调雨顺，好、哦，风调雨顺。这尊是伟大的天上圣母，伟大的天上圣母。刚好现在是台风那个外围环流哈、哦，恭请伟大的天上圣母护佑台湾，让这个台风不要进来啊、哦，带来雨量就好，让这个台风的灾害降低到越低越好。这个是天上圣母，哇，这个好慈祥的天上圣母。这个是彰化那个电光古佛庙里面的电光古佛庙的左边天上圣母，哈、哦，天上圣母。天上，天上圣母看起来好慈祥，好慈祥哦。好，这是它的这个电光古佛庙的左边，这是从里面看出去的哈，看出去的。那那个天上圣母的前面就有很多人来摆灯哈，然后这个有一个顶，顶的上面有写天上圣母国泰民安，好，这是电光古佛庙的左边。天上圣母，好，上面有写天上圣母，然后坛光普照，好，坛光普照。那这个是，定光古佛庙前面的那个点灯啊、哦，点灯。跟各位嘉宾报告哈、哦，定光古佛庙前面哈、哦，有一尊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。名扬救苦大愿地藏，他有侍奉一尊地藏王菩萨，在电光古佛前面。然后这个是他的服务台，那是功德箱。在电光古佛庙的前面哈，电光古佛前面有很多点灯。很多信众点灯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抽签，哦，这有一本签诗，定彰化定光佛庙的这个可以抽签，好，这边有那个签诗可以抽签，好，这边有签诗可以抽签。然后这一尊就是赫赫有名的定光古佛哈，定光古佛，然后这是前面的一个顶哈，定，上面写定光古佛，好，定光古佛。然后定光古佛上面有一个那个匾额，叫做济行渡海，济行
渡海。那我们看一下他那个刻的时间了哈。这个很早了哦，这个定光古佛哈，这一尊是，就是他定光古佛哈，他可以，他在世的时候可以持诵咒语哈，把这个溪流迁合到几百里以外了哈，所以他是一个。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文献也指出哈，定光古佛哈，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，这个教化的时候啊，有盗匪来了，结果那个定光古佛的脚哈剩下来哈，可以到达那个护河城哈，那个盗贼看也就吓坏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定光古佛上面这个匾额哈，上面的匾额写这个祭行渡海，好，祭行渡海。然后这个匾额的时间哈，他写乾隆38年岁次癸，这个好像是癸己哈，癸月己旦，所以他事实上是时间很早，乾隆38年的时候就刻好了哈，祭行渡海，因为大陆的先民他都会渡过海哈，来这个彰化的定光古佛庙，然后先暂住在这里，这样，这就是他们的中继站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匾额的左边，这是谁写的呢？己丑科进士，己丑科进士龙刚沈鸿儒哦，他是龙刚，沈鸿儒进立。然后他这个左边里面哈，他还刻个印章哈，沈鸿儒。跟各位嘉宾报告，这个就是彰化的定光古佛哈，定光古佛。然后我们从左边，从侧面看过去哈，定光古佛。在这个定光古佛那个神像上面啊，它有写几个字，定光古佛啊，定光古佛。这一尊就是定光古佛了，好，这一尊就是定光古佛，我把它放大。定光古佛。定光古佛在世的时候哈，哈，这个定光古佛所教化的这个的信徒哈，都把定光古佛当作一尊古佛哈，因为他一生的那个灵验事迹非常非常多。事实上，他定光古佛是一个实修实证的这个出家人，他应该是古佛再来的哈。然后这是定光古佛坐的右边里面的这个灯，然后这个是他前面的灯。然后在定光古佛的右边还有一个神尊，在定光古佛的右边还有一个神尊，就是福德正神，好，福德正神。在福德正神的前面哈，
它有个顶，它上面写一个福德正神，然后上面有写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。这一尊神尊就是非常慈祥的福德正神，福德正神。在福德正神的那个匾额上面，那上面有写一个匾额，林雨光天，林雨光天，银，银，这个日是不是银？好像是银，银雨光天，银雨光天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匾额立的时间哦，事实上都很有历史的哦，我把它放大。这个匾额立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，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冬月，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冬月，这是这尊的这个福德正神上面的匾额，这尊就是福德正神，那也恭请伟大的福德正神放大光明加持台湾，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台湾，让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让台湾远离两岸，让台湾远离战争跟杀戮。好，这个是从福德正神往从内往外看的这个灯，灯。那外面的话就是彰化的这个光复路了，彰化市的光复路了，光复路。然后这个是电光古佛庙的服务台。然后电光古佛庙通常都会播放一些佛典，那我们来听看看。这是电光古佛庙，它会播放一些那个佛典。若是有缘，皆一切法无我，得成无我。